最近杨紫和李现出演的影视作品《亲爱的热爱的》正在热播，剧中韩商言和童年两个人的 CP 感可以说很强，从播出开始就一直甜甜甜，因此不少粉丝也纷纷的幻想两个人如果真的能够在一起该有多好。剧中李现饰演的韩商言则是一个性格孤僻脾气不好的一个大佬，很多人对他的冷酷霸道总裁范儿十分的着迷，因此李现也圈了一众粉丝。随着电视剧的播出，李现也越来越火，要红了是非就多了起来，李现以往的感情经历就被曝光了出来，原来他和钟楚曦有过一段感情，两人经常有互动，钟楚曦的颜值完全不输杨紫，恋爱的时候两人恨不得黏在一起，但随着后来两人都忙着拍戏，聚少离多，最终分手了。李现在剧中和杨紫非常般配，但是戏外的关系却只是朋友，因为两人是大学同学，太熟了，而且两人还是兄弟。如今的李现手中的电视剧资源越来越多，他正从每一个作品中汲取经验，他希望自己所塑造的角色有一个慢慢蜕变的过程，期待他以后的精彩作品。